好，那旭哥来讲一下这个币拿 UR 张合的方式。那这次活动时间很长啊，所以我们点这个活动的这个拼图这边，这次算是应该有史以来最长的这个活动时间了，是算蛮好拿的。好，那你假如活动没有完成的话，你可以花元宝去完成，像抽这个宝物的。不过旭哥建议你把它抽出来比较划算的。好，那像是解这个是。我记得什么30场就是什么胜利啊什么的都不难，然后解完之后还可以拿很多的元宝，所以这个蛮推荐的，有元宝啊、青石，还有这个星耀城，还有这个高级天地石啊、元宝，再来这个有顶级天地石，还有这个铭文原石，都是好东西，还有700元宝。那这个抽装备100次也不难，就是你只要玩龙脉争夺战的话，都会有这个装备转蛋券。那我们就去抽吧，旭哥就实际抽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先把这个免费抽抽掉好了，先把这个免费抽都抽一抽。哇，王月真香啊！每只都很想要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抽装备了。UR 加的这个优先把它抽出来吧。那再三抽，先把这个转蛋券用掉。旭哥看一下。旭哥还差40次嘛，所以蛮简单的，这个装备转蛋券都送很多。还差10次。好，那抽这个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哦 ,UR 张合的图也不错啊。然后这个可以拿到700的元宝，加上这个浑水以及青石，还有这个1200元宝，这个是最多的，所以这样加一加可以拿5000啊，真的很好赚，所以一定要拿这个。好，那最后还有抽取宝物50次，那抽宝物啊，旭哥建议抽这个蓝色，这个最好解，因为蓝色的第一个你每天都可以拿到这个宝物的转单券嘛，所以至少可以抽50次是没问题的。好，那旭哥开抽，那你可以选几率 up， 就是你没有的宝物，这算是一个小技巧，你选顺便可以拿一下你没有的宝物，这样。哎，好像拿到了，这个克己。好，那就把它换掉吧，换一个还没拿到的这个好了，就顺便。拿一下自己没有的宝物啊，不丢零，哎、欸，也拿到了，那是不是都拿完了？好像这个还没拿到。这是一个顺便解任务、顺便赚宝物的小技巧。哦，来了。哦。也顺便拿到了，哇，还差一次，最后看一下，好像都有，那我们就最后一抽一个十连，好，那我们都抽的差不多了，那就可以把这个 UR 张合入手啦，爽啊，来了来了。旭哥的总战力也来到这个差不多快要9400、9500了，快要到1亿啦。那UR张合的这个隐藏宝物是他这个屁股下面这个刀，这个叫兔月，所以一直点他屁股下面这边就可以了。哇，真香！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个700元宝，还有这个进化结晶以及这个。400元宝，这个星光盒，这总共拿起来可以拿到5000吧，非常赚。所以赚翻了。
那最后顺便把这个宝箱开一开好了。一星，那个刚刚呢有机会拿到三星的。哇，好多这个礼，这个是抽转蛋的吧？顺便拿这个资源啊。哦，200。好，然后把一些之前的道具卖一卖好了。这个算是之前一些卖道具的小 bug， 可以把它顺便卖掉。用不到了。这是百万纪念，百万纪念币的卖起来还卖蛮多的，看要什么，应该都卖差不多了。好，算是蛮赚的。好，那玉娃章盒的图鉴呢？解的话有闪避值加300，那生命值加 1.5%。那这一次呢，也是开了一堆宝物啊，也是蛮赚的了，算是额外的收获。哇，这东西有那么多。好，哎，这个不错，可以缩短任务时间，蛮需要的。等到 Max。那天威虎符也是养到 max， 这次解任务算是蛮赚的，刚好把这个解一解，顺便赚了很多宝物，这样。好，那旭哥总战役差不多9400万了。那么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，我们首先点画面右下角摇杆符号，点进来在画面下方呢，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 ，KOG， 然后100，再 W，KOG 100，然后 W， 按兑换，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288个元宝，再加上这个幸运福袋，还有这个百万下载纪念福袋 ，KOG。0707，按兑换，就可以拿到177个元宝，还有一个福袋，幸运福袋，以及这个奇妙的许愿组合。写的 KOG 521 ，KOG 521，按兑换，就可以拿到这个福袋，以及这个188的元宝。先输入这个 SWIM。PARTY， 然后520 Swing Party 520 SWIMPARTY 520，按兑换，这可以拿到288元宝，然后这个就是福袋，还有这个转蛋券 ，UR 的转蛋券，算不错福利。再来是这个 Old Friend OLD FRIEND， 然后888。OLD FRIEND， 然后888，按兑换，这可以拿到这个100个这个彩虹的宝物的碎片，还不错。然后有188个这个元宝，还有这个玫瑰花。再来是这个 VIP， 然后666 VIP 666，有这个星耀城、融辉盒，还有郁金香。再是 VIP 888，这个有星耀城，然后邀约券，还有这个玫瑰花。再是 VIP 999，这个有星耀城，然后转蛋券 SSR 转蛋券，这样这个玫瑰花。再来是这个 KOG， 然后666。KOG 666大写的，按兑换，这个有10个转蛋券，